在这七天里面呢，我的内在深处的听觉、感觉，还有我可以看到的，比我以前真的是我没有想象我可以学到那么多。还有呢，在真的我学到的是，我真的没有想象我真的可以做得到，我真的可以帮到人，我真的有那么多的工具在我手里，还有我是可以运用出来的。所以在这一点呢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阿波罗，那个那么伟大，那么慈悲，就是为了准备好我们，让我们更有力量的付出，去帮助这个世界，帮助人类，所以我会更加有信心，更加有力量的活出这个培训师那个角色，去帮助这个世界。感恩，谢谢。